主料：香菇200克，羊肚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。料酒、卤汁、洋葱、红椒、葱、姜、蒜头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香菇洗净切成块，另备好烧好的羊肚、洋葱切片，葱切细，蒜头切粒，姜切丝，热油炒香姜蒜粒，倒入香菇快爆炒，加入红烧过的羊肚。羊肚的制作方法：830087，淋入少许的卤汁、生抽、料酒、盐炒匀，加入洋葱、红椒丁炒香，最后撒上葱花即可。盛出装盘上菜了。烹饪技巧：加了卤汁，其他的调味料相应减少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